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夸住宅》，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啊，有人喊太帅了啊！被你们发现了啊！你们老这么鼓励我，我会骄傲的啊！谢谢大家吧。嗯，今天这个世界杯剧期间，怎么说？怎么说那个？哪儿那么惨呢？这还世界杯剧？什么来着？世界杯。啊，对。嗯，对不起啊，对，我原谅，没看过球。世界杯期间，对，大家能听相声来，啊，打心里高兴。嗯，好几千人齐满坐满，无以为报。是，今天晚上是巴西对这个荷兰建业 啊，这个，咱们熟悉啊。行，等会儿，这次等会儿吧。啊，您是说没看过什么球，就别老胡说八道了。建业那是河南的，知道吗？跟荷兰不挨着，没出过门。哎，对，您净说相声了啊。河南啊，荷兰啊，今天，哦，踢球，嗯，输赢我也不太清楚啊。啊，我这不跟着给大伙儿说相声的吗？是，来这么些人，刚才好几个人一瞧见谦儿哥，嗷嗷一嗓子，这怎么了？这是大伙儿喜欢看你啊，谦儿哥是不是挺精神的？你瞧，谢谢吧。你们骗他有意思吗？哎，这叫什么话呀？怎么见得大伙儿就是骗我呢？这是真的，当然真的，我承认这一点。哦，你这个岁数，说实在，这就不含糊了，真的。那是，因为这个七十三的人了，那啊，我干嘛非七十三呢？我还活到坎儿上了。多大岁数？四十一。四十一，这不错了。嗯，是。小蘑菇29就死了。哎，嗨，您瞧我比这人真好，真精神啊。精神还可以吧。这些日子我们净拍戏来着。嗯，是好多演员。哎呦，谦儿哥太精神了啊。给谦儿哥起个外号。我叫什么？五阿哥。哪儿啊？我就还排行老五去了。有一电视剧《还珠格格》嘛。啊，说您精神。哦，五阿哥。嘿，那倒是啊。那大气富贵。嗯嗯，我们倒是像。给我也起一外号。嗯，皇阿玛。哎，把我气的。您还生气呢？我不平衡。我不平衡，因为前四个我没见着。哎，这嗨，您这算独生子了呢？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我们爷俩呢，这个哎，这真吝呢还。不是，咱就胡说八道，哪有这外号？好吧，好吧，嗯，朕觉得，行了，入戏了，您快改不了了。玩笑说玩笑啊，嗯，谦儿哥挺精神，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大伙儿捧我，北京德云社中流砥柱，不敢当，后台座中老板，嗨，三大爱好，嗯，抽烟喝酒烫头，哎，我这爱好还没变呢，我啊，就有这个好处，我觉得应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有好处，保养的好啊，心态很好，很时尚啊。那倒是，我想得宽。我们合作十年了，嗯，啊，后边写着了，你看，德云社啊，郭德不认字啊，您这，反正吃哪儿有这几个字？哎，我让他们写来着，哎，没听说过。我掏钱了，这个啊，掏钱不行啊。我们俩合作十年了啊，十年前刚认识时候，嗯，我那会儿穿得破破烂烂。哪说都没钱，脸都菜叶色的，吃不饱饭。那会儿于老师精神，嗨，穿一身那牛仔的那个衣裳，咱不懂是牛仔的，是宰牛的那个，宰牛的，宰牛就穿皮叉了那个，牛仔的啊，戴着那个破手套，啊，还破手套干嘛？就那会儿都兴着跳霹雳舞吗？于老师戴手套都没手指头啊。啊，对，咱们还不懂，哎呀，戴破手套，嗨。乐了，嗯，你没见过世面，对，霹雳手套，哎，断指的，时尚哦，这就时尚，当然时尚啊，霹雳手套，嗯，撇着辣嘴，嘿，我还有霹雳的袜子呢，啊，露脚趾头的，我还有
霹雳的裤衩呢，哎，没听说过。那就不如不穿，知道吗？特别时尚。哎，是啊，还好提呢，这个一提呀就到脸上了。快点，穿一面口袋出来，我，反正比我们时尚。那倒是，到今天也是如此啊。我穿衣服很随意，差不多舒服就完了。嗯，他讲究，稍微的在意点，戴那大金链子，嗯，40来斤，嗯。40多斤的，白天带着，晚上摘下来锁狗。哎，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嗯，戴那个大钻戒。嗯，哎呀，这么大个，锃明瓦亮。那是啊，大钻戒。嗯，伊拉克的。哎，不对，兄弟，1克拉的行吗？这有什么区别吗？啊，那个炸手指头那个。嗯，正好戴霹雳手套。哎呀，嗨。没听说过，那就叫1克拉，那是重量，跟伊拉克没关系哈，哎，两码事。我还老纳闷伊拉克、二拉克的，我说一克拉，克拉，嗯，克拉，克拉，穿着讲究。有时候啊，我特别羡慕他，嗯，啊，遇见高人得跟人学，那有什么可学的？烫头，我烫头可能够呛，等个一年半载的也行，来头套吧，哦。来头套可以，嗯，找那烫头的来，嗯，于谦的照片，好，哦，照这样来，过来一块来，烫，哦，啊，嗯，烫完跟喜羊羊似的，哎嗨，我可不像啊，嗯嗯嗯，烫，嗯，穿好看的褂子咱们也得学，好衣服啊，于老师买一上衣，嗯，啊，粉色的上衣，嗯，画着红色的洋葱，这谁的设计理念呢？这是。学吧，咱们也来一件吧。真学呀，穿一个。嗯，黑人买裤子了。啊，白裤子。嗯，画着黑色的苹果。什么图案呢？这是。来一条。啊，跟人学嘛，是吧？哦。呼，买双皮鞋。哦。黄色皮鞋。嗯，画着绿色的蚂蚁。啊。您这么一说，我不怎么会穿呢，我。照着学。啊。来一双。也穿。嚯。嗯。又买个绿帽子。啊。您。咱们庆祝吧，哎，这庆祝了，这您学呀，这个我这还有一头套呢，哎嗨，戴不上帽子，有钱呢，嗯，中国说相声人不少了，最有钱的就是于谦，于谦老师，于啊，您说清楚了，于老师，嗯，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不敢这么说，我不是说捧你啊，嗯，我捧你，你那钱也不给我，嗨，那倒是，发自肺腑，嗯，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北京城要说挑有钱的人前10名哦，没你们家，那你说他干嘛呀？第11个，哦，就是你们家，差一点进前10，我知道吗？嗯，当初啊，当初一落生是俩双，哎，这医学上啊，啊，这叫卵生，哎，啊，卵生啊，俩一模一样啊，你等会儿吧，卵生，哎，那这，那叫卵生。有卵生啊，卵生是蛋孵的。你看这咱不了解这个玩意儿，不了解就瞎说。双棒，那对对呀，双棒。后来卖冰棍的跟他们家学嘛，双棒，啊，没听说过，是不是？冰棍跟人两码事。但是营养不良，哦，死了一个。哎呦，死的那个啊，啊，是你，啊，你是你哥哥。你想想吧，我这想死也想不出来呀，啊，这个。您这什么逻辑呀，啊，这是打小就剩他一个了啊，啊，就剩一个，家里能不宠吗？那当然，我同大伙儿我说个小秘密，你介意吗？您说吧，没关系。14岁才断奶，吃的时间长啊，宠，嗯，家里宠，嗯，他妈那会儿也年轻，对，奶水也足，嗯啊，哎呦，就这俩奶，哎呀啊，给孩子吃，知道吗？别吃了，有一上一下长着的吗？那倒回来也不行啊！哎嗨，改飞行员了，您这这行了，这对呀，啊，就说实在了，就给孩子喂奶啊，两排呀，啊。
拿我们当小猪崽儿了是怎么着？您这不是我没学过，咱不知道怎么说。这用学吗？这个，要不后背有俩。这还行。沙漠里边最了不起。什么乱七八糟的？嗯，这你就不用比划了。不用比划，一说都知道。你说可不是吗？大户人家有钱，这跟有钱有关系吗？有钱的人吃喝穿戴就不一样啊。我跟他父亲聊过天，是我父亲聊过天。我说老爷子，嗯，咱们聊会儿天吧。嗯，说爸爸高兴。嗯。说，哎，我爸爸这什么做派呀？这是他爸爸秀气啊，秀气，没有秀气。啊、说兄弟，啊、兄弟，我爸爸管你叫兄弟，官称嘛，我外号叫兄弟。这谁起的缺德外号呢？啊、我说老爷子别逗啊，嗯、啊，您家太有钱了，嗯，我没见过这么有钱的人家，您能告诉我什么叫幸福吗？哦，这个问题很深奥，尤其是有钱人怎么享受生活。嗯，你爸爸乐了。嗯，这么长胡子，干嘛踩着胡子再摔一跟头？您这就是有钱人有身份能留胡子，能留也没有留那么长的。北京城一扫定，人送外号叫美髯公于大爷。哎嗨，不会起什么名字？行了，别捋了。幸福啊，有钱就有幸福。哦，但关键是怎么能幸福？是，小子，你说说吧，你先说。我说我是孤陋寡闻，可以说也没见过大钱。嗯，反正要是有钱的话，我想啊，幸福，我住英国的房子，哦，开德国的汽车，嗯，喝法国的红酒，嗯，吃澳洲的海鲜，嗯，我穿意大利的皮鞋，好，我戴瑞士的手表，这都有名啊，雇以色列的保镖，嗯。我请菲律宾的佣人，哦，娶韩国的媳妇儿，包一日本的二奶。哎嘿，您这个幸福太全面了。嗯、我说这就很幸福了。哦，你爸爸乐了。不对，这都不算幸福。那什么叫幸福？最幸福的啊，当中国的干部。嘿，这就幸福了吗？那就。你要能当了这个，你那些个都能来。嗯、是啊，好嘛！他爸爸高人，怎么就这么高人呢？啊、他爸爸退休之前在单位当领导，啊，以前也是干部。别说什么单位啊，啊，大单位。嚯、哦！一进门，大墙，墙上贴着所有领导的照片。哎呦，他爸爸那最大，正当中。嚯、哦！两边其他的领导啊，啊，所有的照片啊，这个拿笔画了一道吧。哟。那个给撕了一块吧，你看这脆的都是唾沫，嗯，唯独他爸爸这干干净净的，人好，一天换三回，哎啊，都撕烂了是吗？当初大领导他爸爸，哦，还大领导，这出国考察什么的，老去坐大飞机，嘟嘟嘟嘟嘟嘟嘟出去了，三蹦子呀，飞机有嘟嘟嘟的吗？咱不会学，人人人人人人人，哎，企鹅旅行记去了，我们这，滋儿就啊，哦。什么动静呱唧噗呲噗呲就走了我滋出去的我爸爸哭嚓哭嚓哭嚓这就行了谁让你学着这相声词了对不起说相声不学相声词吗、啊、这还反正老出门、啊、就是要不大轮船啊呱唧呱唧呱唧在水里头这声反正大轮船嘛啊大游轮嚯、哦、出国考察你看差点没死外头怎么了没外边有海盗让他碰上海盗了哎你瞧他爸爸弄了一堆干部，大轮船出国考察、哦、啊，海盗一只眼啊啊，嘿，你好像、嗯、跟你爸爸谈判，嗯，你爸别，好商量、嗯，什么意思？很镇静，海盗要钱呗，那当然，拿300万，不少，放你们，要不然一枪打死。哦，你爸爸乐了，嗯，给400万，嚯，给400万，嗯，给我开个1000万的发票。哎，这、啊、嗨，哎呀，这好嘛。海盗都哭了还是你们挣钱狠哎这好嘛要疯啊这是听完就完了出去别学去哎对你要这么可爱的观众能不学吗别给我找事啊咱们说说老于家怎么有了钱吗别提我们家了那就啊那知道得骂谁这才回国他爸爸回国之后赶紧先办一退休知道吗啊就不敢出门了这就省得双规了这就、啊、对逃了难了这就是吧家里这点钱糟吧
花呗，花呗有的是钱，天天吃喝穿戴糟钱。嚯，他爸爸做那个定做的那个衣服，嗯，蕾丝的那个西装，哎，蕾丝这得多少裤衩改一个呀？这个夏天拿蕾丝做西装的吗？凉爽，没听说过，穿一蚊帐多好啊！啊，蚊帐是白的，这嗨，你爸爸好黑的庄种啊，这政府官员的颜色，嗯。你这个样子是不对的。不是说退休了吗？啊，退休了，退休了，退休了。说到哪儿了？这不就退休了吗？啊，天天的做哦，说的蕾丝，蕾丝。啊、说这干嘛呀？他爸爸绕过去吧。他爸爸绕过蕾丝去了。这样，哎，穿衣服，花钱呗，是吧？嗯，吃饭也是，早上起来炖吊子。嚯，中午卤煮，嗯，晚上九转大肠，哎呀，好嘛，我爸爸这一天多骚气呀，老吃肠子这玩意儿，就这点，他那个味儿跟着拿肠子褶着他身上的味儿，好嘛，味儿还不如肠子呢。花钱，天天跟过节似的，那有钱呢，找茬花钱，找茬过节，嗯，立春，哦，立春咱们家薄饼和菜，嚯，摊鸡蛋就完了，人家家、就是、人家大饼四斤一个，哎，四斤一张饼，四斤一张大饼卷饼，呼，哎。你就吃馒头多好啊，烤馒头片一吃跟这以往没身份是吧，这吃大饼炖牛肉，哎，这还行啊，宰七个牛，吃那么鲜，四口人七个牛不够吃的，太能吃，嗯，蜗牛，哎，吃蜗牛啊，蜗牛有吃蜗牛的吗、嗯、吃，就是只要是一过节他爸爸乐得跟什么似的高兴，这前些日子端午节这刚过完他爸爸没高兴吗？他爸爸就喜欢这个，嗯，一看月份牌好，嗯，五月初五，哎，端午节，哎啊，端谁节？你说端谁？端午节啊，端午节啊，啊，五月初五，端午节，对，端午节，端午节，端午，嗯，吃粽子啊，吃完粽子饮雄黄酒，嚯，喝着雄黄酒，他爸爸坐屋掉眼泪，干嘛哭啊？哭嚓哭嚓哭嚓，哎，怎么还这动静？眼泪下来了，这没有声，想你母亲。哎，把你叫到跟前来，嗯，谦儿过来，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是，有的事也得告诉你了。哦，我讨个大说，我是你爸爸啊，甭客气了，这还讨什么大呀？这个，我听街上聊天都是，我讨个大说，我是你哥哥啊，那哥哥行啊，这不行啊，这父子就他爸爸，你爸不用讨大啊，不用讨大，好，行嘞，我跟你说点事啊，你可都乐成那样，就是兴奋，兴奋，你爸爸哭，嗯。一想端午节，我想起你妈来了。是啊，那年我上四川出差，啊，我碰见你妈，哦，跟你青姨啊，嗯，他们打青姨打峨眉山来吗？哎，好嘛，妈，我白蛇传着，我扛个雨伞是吧？哎，对，游湖借伞、啊，行了。后来街坊海大爷把我们拆散了啊。嗨、哎，这我们家这故事还真全。说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过节嘛，热闹。嗯，中秋节，你爸爸更高兴是吗？因为八月十五是你爸爸生日。我爸爸兔爷爷是怎么着？十五的生日就赶寸了吗？啊，不允许八月十五生日吗？那当然可以了。还是的，嗯、啊，八月十五他爸坐这儿、啊，来都过来，过来，哎，还是兔子呀？不是，都什么耳朵啊？这痒痒，痒痒有这么挠的吗？啊，来都过来，过来，啊、过节了啊，那个。啊哎别蹦啊、哦！不让蹦啊！别蹦，啊、坐着踏踏实实坐着啊，坐着手也撂下去，好不好？这个捣蒜，我说您不会不加这么些零碎吗？学你爸爸们跟着啊？学他干嘛呀？爸爸坐着啊，这个今儿八月节，嗯，八月节咱们吃月饼，嗯，吃月饼饮雄黄，是饮雄黄。我想起你母亲来了，对，那年啊，我上四川，重说一遍呢。吃月饼不饮雄黄，这干嘛？这是自己想的事儿。吃月饼这么大个儿，嗯，老于月饼，哎呀，那么大个儿，各种馅儿的。嚯、哦，说想吃什么馅儿，做什么馅儿的，你什么馅儿的？嗯，腰子馅儿的，行，好。腰子馅儿的，你呢？孜然的，啊、行嘞。嚯、哦，你是带鱼的吧？好嘞。哎呀，我来面馅儿的。哎，那就是白饼啊，那个，还面馅儿的，你这玩意儿定做就是定做，还定做呢？定做，点一铺花钱定做。哦，搁紫檀的盒里边。嘿，哎，别人家纸的铁盒不讲究，嗯，老于家紫檀的，那真讲究，紫檀的小木头盒，硬木，谁定的给谁挂一相片，哎，骨灰盒啊，
八月节一人抱一个，哼，你爸跟着高兴。哎，这回去，回去窝里待着去吧，别出来。哪儿啊？我们家过节一人抱一骨灰盒吃月饼，高兴。就是有钱人，你不知怎么做了，没有这么做的啊，了不起，还了。后来北京城住不开了啊，北京城住不开，全家移民了，上哪儿了？上房山。哎，有移民上房山的吗？那儿山清水秀，地儿也宽敞，景儿好，倒是买大片地，自个儿盖宅子。是，到房山，办的绿卡，是吧？房山还有绿卡？哎，你爸爸把这绿卡绷到帽子上头。哎，对，更绿了，这就、啊、让大伙儿看看。嗯，我是房山人啊，你知道就完了。你们家那大宅子，现如今啊，没有人能住成那样。那是房好，远瞧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嘿，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啊。我们家蛐蛐过笼啊，是怎么一块整砖抠出来的？这么大，形容它这么四衬，这么格局。门口有四颗门槐，嗯，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啊。路北了广亮大门，嗯，磨砖对缝，八字影壁，上有电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嗯，二门四扇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嗯足疗保健。哎，没听说过，写这四个字儿啊？写什么？斋庄中正，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哎，金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景天高搭天棚三寸六。哎，三寸六，我们家都蛤蟆，我躲你远点吧。这没有这么矮的。三丈六，高大天棚三丈六，对，四个赌头写的是贼星高照，没听说过什么？你写点正经的，吉星高照，吉星高照。嗯，院里有石榴树、茶叶墨色、养鱼缸，九尺多高架竹桃，嘿，迎春、探春、枝子翠柏，各样鲜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那倒是，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茅房带茅房，西跨院茅房带茅房，这嘿好嘛，我们家盖四个茅房干嘛呀？怎么说，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哎，倒座书房五间，那为待客厅。是，满都是明宅夜合的窗子，可扇儿的大玻璃。嘿，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封门，讲究。往屋里一看，画露天机，别有洞天。哦，迎面摆丈八条案，嗯，上有尊妖瓶、狼妖罐、宣妖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哼，案前是硬木八仙桌子，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香石心配罗垫，桌子上放着文房字宝、纸笔墨砚、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的字帖。您 瞧墙上挂着闪断的被窝、闪断的褥子。哎，这我们家人尿炕了是怎么？有墙上挂被子褥子的吗？墙上挂什么？墙上这是名人字画，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这就对了。闹龙金匾、镇宅的宝剑，嗯，绿鲨鱼皮鞘、金吞口、金世剑、杏黄丝绦、大红的挽手啊，屋里看着这么精神，这么好看，当然好看。白天家里没人，啊，晚上热闹啊，是都回来了，灯火通明，霓虹闪烁，嗯，车水马龙，人流不息呀，啊，人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啊。嗯嗯嗯，你们家姐姐妹妹也多，哦，一个个啊，剪齐头，烫齐发，磨齐灯，漂齐亮，嘿，招蜂引蝶，花枝乱颤，有朋友送块匾，写四个大字儿，阖家欢乐，天上人间。哎，去。